我有感觉到压力了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应该是因为观看太低，压力有点大吧。哦，难怪我压力这么大。在里吧。啊，要走那一根的、哦，可以不要吗？那一根吧。不要吧。看起来就是这一根了。哈，那可以不动吗？啊，跳一下！天哪！我说这边接下来又不用跳，就是电流极极棒而已啊。我只是觉得这个电流极极棒好像有点重。哎、欸，是什么东西在？绊住我！哦，他不想玩电流极极棒了。他刚刚骂我们是东西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绊住我！快！要出事！要出事！那个真的不行！哎呀，你们三个，我是最后一个啊！完了，不要！就表示是小猫没撑住啊。我爬了起来，然后就滑下去了。你往另外一边啊！你要往另外一边走。这边直接走的。吓死我了！就让你们看我的电臀，你看我的电臀，开心。啊？有没有？我看到我的电臀、你可以 Q 别人，不要 Q 我。因为你就在我前面了、啊，你可以看到我的电臀，别人看不到。我的头挡住你的屁股。没事，我拉你们。好，现在最好是有办法，你一定要上去按那个按铺，我才有办法。啊，不行啦！就是他这一定要上上去按铺，我一直要等这个地方没那么好拉，它会滑，它会滑。我要往右边走，它就只能勾着。我突然觉得小光应该要在中间。我本来就希望在中间，没有，我可以再投吗？啊，不是。你们什么时候掉下去的？你们什么时候掉下去的？我们一开始掉下去，你们走完前，你们怎么没有哭？应该会有哭声。奇怪，大家那么安静，应该都在我后面吧？奇怪，我怎么就滑下去了？哭腻了，哭腻了是？哭腻，哭腻。哎呦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有人在危险边缘哦。直接跑的事情吗？为什么大家要用走的？你确定吗？我们要跑给你看的、哦。我们要跳过所有人。我真的要确定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用走的，我们用走的。我用电臀走，电臀式走法。变成四次走吧。等一下，后面要出事，慢一点。好，慢一点，各位，慢一点。变成四次走吧。这好变态哦！我在杰瑞后面做什么诡异的事情？杰瑞，你在顶杰瑞？我顶你！不管，我不管他舒不舒服。等等，前面慢着，我们要四个贴稍微紧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不能，要不然就是会有个拉力而在。好，不要抢！我帮你拉！你不是按跳，你要直接往那个方向，有，那个真的超滑的啦！完了！你们这小花上面就是完了，不是你们在前面，我在最后面，你们一往下拉，我会往前。我们反过来啊，小光在前面，我走上去。我本来就在前面。你要看准哦，我们不能距离太远哦，不然会出事哦。好。那你过来，我真可以。往下视角往下看就好。这个转角有点滑。这有什么困难？很困难的、啊。OK。你看我们离你超远的，你慢一点哦，你慢一点。我慢。我们要四个贴紧紧哦，我们是毛毛虫哦。我们现在贴在一起。都看不到脚、我都看头顶的，我们要变毛毛虫。我看得到你们。杰瑞有点歪哦。OK， 回来了。我看得到你们。还有多远啊？好远，好笑啊！拜，快打！毛毛虫好累哦。慢一点。弯了！Oh my god， 我头好酸啊！我的大拇指要挂了。排队啊！我们还有。我是那个摇杆、还有一段路、快到了！我是那笔摇杆，慢慢推啊。我觉得这游戏歪了。
键盘会比较好玩吗？我就不喜欢用键盘吧，我用键盘就像个白痴一样。你要不要看我用键盘跑酷给你看？好吧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不是好吧？你应该是不要才对吧？我跟你讲，我会勉强会一点跑酷，还是好歹是任天堂马里奥的关系，所以我的摇感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我待会换 WSD， 你们待会就整个不用动了。哪边？哦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我这个这个，这是死路啊！哦，我带你们去正确的路线。找羽毛正确啊，我觉得这边会有羽毛呢、欸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我想逛一下那个洞。有，好像有羽毛、欸，我拿过了。对，因为他拿过，他会看不到。好像就是刚刚那边了，要不然我们游回去啊？我们刚刚那边的右上角那边有个洞。不是你们，我还没过来啊！不是啊，你们要给我绳子啊！OK， 好。救命！一群人都往外跑，然后怪我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怎么不过来？按怎么过来？没有意外啊！按怎么过来？哎，啊，按怎么过来？这里没了，这里没了，这里没有，啊，那就是另外一边吧，是吧？应该是。安，按怎么过来？是在哭哦。怎么上去啊？可以啦，那个往上摇，你看，我们来看喵他表现，喵来，喵你怎么不过来？喵你怎么过来？因为我摇杆跟煤弹放在手上。我拉不起来，我拉不起来，上不去，为什么啦？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憋气憋这么久，不是人类。我觉得刚刚小光一定偷尿尿，在这里啊？哎，我不是尿尿，我大便。现在这水里面都是我。我可以按离开游戏吗？没办法，你无法逃离的便便。小光有习惯在游泳池里面大便，各位要注意。Oh my god！ 小光，台南市的游泳池要注意啊！对对对，有吗？羽毛的部分吗？没有，没看羽毛哎、欸，没看羽毛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，这边的水碰到就没了。我要看是哪一个？有洞哎、欸，有洞哎、欸，你看。No！Oh my god！ 哪里有水？有欸、哇！完了，死定了！我要看啊！我要那个，我想要那个，那看起来很酷哎、欸！哟，这很像那个哎、欸，他被那个水鬼魅惑了，他抓交替了，让他出来快点，快点！你要拉啊，小光，你要拉啊！我要拉，救命啊！你拉，你看你都不会拉的，他怎么上得来？我按了、啊，他没有按，哪有按？没有按，没有动作。你要按注意，我可以拉那么久，我也很油。走了，我们一起死。我已经快要消失了，我要成为凡夫，还有个箭头哎、欸，那是不是表示这里有长羽毛？这叫做打不赢就加入。没有，这是检查点的 checkpoint。啊，他真的是 checkpoint。是吗？这基本的，这是有样子的 checkpoint， 不是那种。原如此。为什么感觉好像有种压力、嗯？没有吧？不会吧？没有吧？啊！好像压力变重，压力变大了。我没压力了。压力变大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全部都没压力。我的压力变大了，请问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！我好像在你们打劫了哎、欸。对，我们好像打劫了。我好像成为压力了。好了，我跳过去。啊！这样，哎、欸。哎、欸哦，我被弹上来了吗？没有嘞，我先看。喂，喂，哎呦了，哈奖，啊奖，没到，我左上角是我们的、那個、三个，然后我们没看到哎、欸，好奇怪啊，为什么这样？啊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真的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左右啊、左右各两个往下跳，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。Okay, 哇塞，我们的默契可以有，我们默契在这种地方吗？太奇怪了吧！哇哦，太刚好了，我以为会掉下去。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知道吧？这里，你们是哪一个吗？哇，完了，我们这个默契都不知道在哪里。不不不，嘎嘎，啊哇，这个前面了。啊，等，哎，吐了，这个吧。哦，有，哦，他有别的点可以挑。对，吓死我了，降服。嗯，我有感觉到压力了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应该是因为观看太近，压力有点大。哦，难怪我压力这么大。那是一定有的，真的。我感觉到一个压力来自我的背后。好，我们就不讲左右哦，看谁跳。好，来 go。
哎呦，哎、欸，怎么怪怪的？但好像有点怪怪的，但是还是成功了。啊，这样，哦，我们跳好远哦，太难了吧这里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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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成为压力员了吗？脚撇掉，脚撇掉。啊，这样。怎么有怪怪的事情？吉安普 ，easy， 哎、欸，哎呦，杰瑞刚刚发出了很害怕的声音。然后我刚刚看，对我刚刚看到那声音那一小时，哎、欸，大家哎、欸欸，果然就出事了，检查羽毛。阿杰啊！啊啊啊！阿杰啊！啊啊啊！骨头哎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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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动！下面的不要动！我没动啊！啊！这个这个是斜的，等一下。你要不要直接重来？反正隔壁而已。哎，不用啊！上来成功了。呵，我甩上去了。哎嘿！哎呀，拉倒！感觉你在动。嘿嘿，发现了，没错，就是我。It's me, Mario. 阿酱，哎、欸，凯基，交给我。来各位，有啊，拉了。我的拉法是等一下。你拉法是等一下的。我不是他要冲下去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没有，我那个是另外一种拉法啦，就是我会从另外一边跳下去，就是、然后再爬起来。为什么我卡住了？很强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别打，等一下，欸、他偷拍对了，不要看那个。哎哎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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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谢喽，喵哈！我会被你弹回来。对，好来，三二一 ，Go！ 啊，我们都不砍三个一了。来那是一个意识，啊、我在灌输。你看，喵，没有，爬上那个瞬间被踩下去。啊，那我一直挂在那边，有办法躲过那个攻击？没办法，我刚刚就挂在那边。呵，呵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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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碰，我没碰，不行啊，那个都穿过来了，好笑。让他跳了，我就跳了。哇！后面来喽！后面来喽！后面来喽！可以。哎呦！哎呦！哦吼！哎，你一个没跳到，小哥刚没有跳。哦，被发现了。这里是哪里？我们到了，我们终于过了四分之一了。好嘞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 ？Only Up 的作者是不是？他应该是有参考吧。What happened？ 我还没走到那哦。是谁？江波。哦，江波，江波。是不是有一个人要一个？哎，有人要用这样子啊！哇，搭便车哎、欸。吧，哎，这好像不行。等一下因为我差点踩到，我踩到，喂，不踩到，甩，降普，降普，哇，我不会觉得受苦啊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应该也还好吧。我跳这个，我没有觉得什么会暴击，确实，哎，就是像秋雨打的头。好想上我不要在上面，我可以下去吗？我知道。我们勾着，然后我们去碰那个，有没有？勾着它，勾着去碰。阿姨，我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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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
我先你们先把凯吉拉上来，我再过去。我还在上面呢。可以啊！杰瑞我拉不到，杰瑞我拉不到。那凯吉你后面有点要快碰到哦。我在拉。你后面，我知道。你后面。我拉杰瑞，我拉错，拉错，你拉错，拉错，拉错，拉错。是不是？我产生的想法啦，不容。不要，快好了，你不要动。有，凯奇下去了。我挤。我这这样子，对。哎，不是，你过头了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好。我的想法就是靠他把你们打上来，但是啊，哎，有了，等一下，刚才是不是想跳楼？飞过头？不是啊，飞过来了。哎哥，没有，是说杰瑞超远。弹个超远！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没碰到线哦！我先跟你说，我没碰到线，刚不是我碰的。我不知道，我就看到喵秀姐家好像。哎呦！很远！啊，阿基弟，没事，我们勾着，我还没死呢。死了！好难哦，那个太小了。那个对啊，那空间好小哦。好啦，不会啦，我们其实只要有数一下数字就可以过去。啊，我们不数的。我们不数的。我们没有数的。小朋友才数好不好？三二一，我们都没在赌。啊，数什么？数完再数就要下去了。刚有人挤掉。你看这个人，有点挤。好。哎，不是。哎，等下我家猫吐了。可以在这时间吐吗？我怎么办呢？可以在这时间吐吗？他吐了。我们可以先站在这里，然后你先去处理你家的猫。应该是还好，除非吐第二次比较麻烦。他吐在厕所应该还好，他吐在我床上我就会冲走了。好，那个这个要怎么弄？很远哎，这里是怎么？对啊，先跳吧。什么意思？先跑跳，这样吐啊，这样要一起的，有了，有人抓到了。我们看脚一起吗？看起来好像没有一起，没一起啊！我之前，因为我会被勾住啊。你看，我先给确认一下，是我的跑步键是哪一个？幸福等到，哎，你的后板机还是他不是我在猜应该是后面那个。没有，这样子我跑起来了，哪一个算跑？我觉得看起来都差不多。哦，这个有那个，对啊，我知道，大颗那个后面那个。Go。这边不要跑嘞，你这个才跑。哎，小姐，我刚掉下去，小姐，我刚掉下去，你们冲很快啊，我没办法。我刚这个小姐跳过来，好像不是酒的嘞，好像是在玩那个哎，叫什么？你有跳啊？还转了一圈呢啊！还有把自己关在里面。好啦，去票。3、2、1 go！ 你要牙齿啊，白痴！我就说我不能数数字啊！你是听谁的3、2、1？你知道你们刚才喊三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们跳起来了。我弄了，我们专业的技术，别人学不来的。啊，谁说我们一样跳的？啊，是谁说我们一定要用跳的？大家打问号，这才是真正的跑酷技术学废了吗？到底是怎么过的？因为我想说，哎，我好像可以勾一下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在那边绕圈圈，勾，一路勾过来，这个就是那个什么。我们不是有一个东西？我跟你说，那东西我只表演一次哦，我们不表演第二次的，因为我们做不到。第二次吗？可以不表演，不没办法，那不，第二次我真的没办法。哎，等等，我想看一下左边那个蓄意的，对，有没有羽毛？羽毛插在这边，我不知道，偷偷看一下，看不到。为什么会有其他路？这有其他路哎，好酷啊！是这两条路哎，对吧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两条路哎？哦，你要走哪条？
要走哪一个？我们走的回来这一边。没有，右边没有路哦，右边是弹的。有、啊、没有？那边也可以，那边可以。我上次的是走右边，这边是走的，然后另外一边是弹的，好像没差。这边的我懂，哎、欸，是另外一边的是弹上去也是差不多到。为什么你要爬到鸟居上面？我想看、啊，你看可以看羽毛、啊。我想看鸟居。卡死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小姐，小姐先生，小姐小姐，为什么对对，没有，因为你们三个都在后面，我就不管，就是先学体教一下。哦，这里是一个月台耶。它有两个路线，你们要走哪一个？哦，它跑出来了。我看能不能让开转。那你为什么只有凯奇会这样？为什么只有我会转呢、啊？我修你啊！你们好像在干那个什么？真的像我在玩那个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有一种东西是这样拉，然后请问有观众可以画我们三个人在绕柱子，然后把凯奇捆在柱子上，超自然震动的画面啊！我只有我会转、啊，我就只有凯奇会超自然震动，我们其他人学不来了。我们没办法转。